品种猫和土猫的区别是什么？品种猫性格稳定，活泼热情，不怕生，脾气好，一般来说都比较喜欢与人亲近，不会轻易伤害主人，不抓咬主人。但由于目前大多数品种是由人工干预而诞生的，体质较弱，易有遗传病，寿命也相对较短，需要精心饲喂。土猫及普通家猫身体健壮，抵抗力强，不容易生病，所以寿命也较长，但是土猫的脾气不如品种猫稳定，很有可能出现抓咬主人的行为。